娘，玉儿，天平，我的好兄弟们，我进城了，这个仇我会一个一个给你们报的。这次居川黑银花必死无疑，等我拿下县城，一定给你们上坟。张德伟，平汉铁路的控制权已经掌握在我们的手中。政委，电报。司令员，锄奸队完成了深入敌后扰乱敌人、锄奸杀鬼子的任务，保住了平汉铁路交通线。就要开始了。康大光为了减少攻城部队的伤亡，决定独身前往。一是去盘龙饭店解开我内线表嫂送不出情报的原因，二是让正义的子弹来审判这两个血债累累的侵略者。你自由了。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我找你们掌柜的。哎，好，马上给您叫来。康队长，您来了。稍等，我这就给您上菜。等等，把表嫂留下的酒给我拿来。明白。过去。哎。翻译官把东西交给我，让我务必亲自交给您。是他，谢谢了。不用谢，我作为中国人，为你们做的事情太少了。多谢了，保重，康队长。城里情况非常复杂，我可能已经暴露，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除掉黑樱花和巨川，配合大反攻的胜利进行。我必须坚守到最后，表嫂。齐翻译，该你走了。我请你来，
这是闹中取静，下棋谈心。 齐凡，你是我最相信的中国人，也是最可怕的人。你做的事情都在情理之中，也在意料之外。我的老师熊岗把你介绍给我，没想到我竟然相信了我自己的敌人。你应该想到，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。 齐凡仪，这杯酒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，陈年老酒，你跟我居川鞍前马后，很不容易啊，表嫂。喝吧。 怎么样？味道很好吧？表嫂，该你走棋了。谁走都一样，你们已经输了。 表嫂，你永远看不到你们胜利的那一刻了。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下棋。可是我，下一步棋，你们永远不知道怎么走。不，你们败了。告诉我，你听到了什么？ 我听到了，桂建仇亦步一步向你走来。混蛋！你又看到了什么？我看见桂建仇，就站在你身后，拿着双枪，指着你的头，巨川。 凡拒绝缴械投降，顽固抵抗的各交通要道的日伪军给予坚决消灭，就地镇压。
去川郡，求求你，跟我和乐子一起走，永远离开这里。我们去北平吧，为了我和乐子，我们不要再回来了。 军人最大的耻辱，我要等到敌国军人最光辉的时刻。我要死守。 反攻已经开始了，政委，看我们这次能够按时攻下郑县吗？司令员放心吧，我已经派三个独立团包围了郑县，还有两个武工队，和康大光里应外合。我们一定要按时拿下郑县，把居川这只老狐狸彻底消灭。 别开枪，给我指条明路吧。好，下辈子不当汉奸，这就是明路。哎呦，我不当汉奸了，你放我一条生路啊！今天打死你，就是给你放生了。康队长，饶了我吧，这包袱里的金钞全都归你。康队长，我，康队长。 你不想死是吧？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啊！康队长，你就当我是条狗，放了我吧！康队长，饶命啊！康队长，我真的不想死啊！不想死也得死。巨川君，不要再打仗了，我们还是离开中国吧。 在城门即将告破的时候，心里彻底崩溃的居川，不是亲自督战，也不想投降和逃跑，却要了结一件事。这件事是否和战争有关系，谁也说不清楚。同志们，站住！独立团已经开始攻城了，我们一定要配合大部队攻下郑县。队长，康队长还在城里呢。 还要听首级别黑樱花，居川，咱们快跟上！是，快，快跟上！黑樱花来到中国的寺庙，他不是想赎罪，更不是来忏悔。黑樱花计划屡屡失败。 已经歇斯底里的黑樱花，想做垂死的挣扎。他拿出最后一张王牌，跟自己赌，要了生，要了死。血兰花，我恨这个中国名字。
我来接你回去。我叫熊岗英子。熊岗英子，黑樱花已经凋谢了。是你让黑樱花提早凋谢的。是你屡战屡败。你害怕鬼见愁，你把他的孩子当成人质，作为你苟全性命的护身符。 佐佐木大佐受到八路伏击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熊岗英子，你的情报好像全在龟剑愁的手里。假如你不是帝国军人，我早就杀掉你了。是你将我放掉了龟剑愁，是你让龟剑愁在城里肆无忌惮。 是你将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你呢？八路军收着你杀了吗？山里的兵工厂你炸了吗？八路军总部的作战计划，你弄到手了吗？你只是个女人，帝国选择你是错误的，整个帝国为你感到耻辱。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你应该明白，当你看到康大光第一眼的时候，你的手里就没有刀和枪了，你根本就不配做帝国的军人，因为你爱上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。你是个可恶的女人，这一场战争根本就不应该让女人参与。 我不打仗了，我要回日本国。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真正的军人。 中国是你的荣耀，我们回日本国再见吧。 日本人要完蛋了，我们总算是等到这一天了。啊！没想到我菊川会来吧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，龟剑愁的儿子是你放走的？谁说日本人要完了？啊，太君啊，琼。 快去给太君沏茶去！快去！你从没跟我说过话。可琴声就是你的心声。你用琴声抗拒皇军的旨意，说话！说话！我不相信你不跟我说话。说话！混蛋！哎呦，菊川太君，息怒，息怒啊！ 这秋红跟我这么长时间，他跟我也很少说话，他就是个活哑巴太君。你们一次一次想杀我。
我早知道你是黑寡妇，任何人都瞒不过我。你们想让我死，按照中国帝王的习俗，你们都得给我陪葬。哎呀，太君，你消消气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你别生气了，别生气。姐，你这个畜生，你这个杀人魔王，我就是不想和你这个畜生说话。秋后，你这个时候还跟他说什么？快枪，快开枪！你们想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你是个没人性的畜生！姑姑奶奶，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。秋红，开枪啊！秋红，为了我们三角村死去的父老乡亲们，别管我，开枪，开枪啊！为我们死去的姐妹们报仇啊！开枪啊，秋红，开枪啊！鞠川君，你应该光荣的战死，虚伪的好色之徒，我替你感到耻辱。去哪里？我去找我该找的人。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。鞠川，你这个畜生！姑奶奶，我从来就没有跟你讲过良心。我整天像狗一样活着，就是为了杀你，给全体三角村的村民报仇。可是我一次次的失手，今天我总算是等到你的死期了。秋红，姐姐跟你一起走。谢院长，你也进城来了。我来找康队长。他昨天来过的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现在就说不清了。他来无影去无踪，您呐就甭找了，顶多再有半个时辰，鬼子就完了。你送了情报，我得谢谢你。杀我的孩子吧！你不用担心，我从来不杀鬼子汉奸的家属。你可以把他带走，我不会伤害他。可是，他已经看到了这场战争，给我们彼此带来了非常大的伤害。我知道日本是侵略国，我知道我们是戴罪之身，康大光。我不求您的宽恕，但孩子没有罪，我求您善待他，不要伤害他。乐子，乐子，乐子乖，妈妈想家了。
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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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妈妈，妈妈，你怎么了？妈妈，妈妈。平汉先保住了，康大光呢？我怎么没见到他？他一定去找他的老冤家居川去了。哼，看来子弹呢，接下来他还真得绕着弯走啊。他是个战神，是一个打不死的英雄。帝国的军人绝对不会输给中国人。今天我一定要用你的血祭奠所有牺牲的抗日英雄。战争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，我没有完成天皇交给我的使命，但作为天皇卫士，就是死也要回到天皇那里剖腹自尽。你没有机会回日本了，许川，你如果还是个军人的话，那么就出刀吧。我告诉你，居川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没有你选择死的权利。康大光，这场战争我们打败了，但是你的人他们都死光了。不，他们全都活着，我的人一个都没死。Thank you.
鬼见愁。黑焰花，你终于出现了。西兰花，你当初为什么要救我？救你，就是为了杀了你。那就开枪吧。我们都在赌。你别做梦了。我康打光这辈子，就是为了杀鬼子而活着。这要是日本侵略者，我绝不放过。干啥？我这样不算救你，你现在啊还在鬼子手里呢。下去了，你们大家受黑樱花的害太深了，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谢大夫，你手没事吧？没事，前两天上山采药滑的。道道的中国人，让我也当一把鬼剑抽吧！来呀！丢了，所以把它收起来。那心脏发卡永远不会丢。怎么？
来。小心啊。哦，来来来来，爹爹，咱们去哪儿？咱们去看叔叔们、姑姑、奶奶和你娘。叔叔叔叔，那我呢？乐子，叔叔送你回家。叔叔还打仗吗？孩子，不打仗了，战争结束了。家的手拿起了刀枪，鲜血染红了一片一片的高粱，眼罩儿女为真太行，筑起了中华民族的铁壁铜墙，五千年手拿起了刀枪，鲜血染红了一片一片的高粱，英雄故事万古流芳，换来了和平大地的灿烂辉煌，五千年黄土地。